下来，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表演嘉宾，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张文杰。有请。
谢谢。谢谢，谢尚文杰，谢谢。刚刚大家听到其实是一个 mix 的表演，尤其后半段哈、是来自于尚文杰最新创作的歌曲，叫做 The One That Ran Away。OK 啊，再次谢谢尚文杰的表演。刚刚那个歌跟那个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那个电影的那个画面配合在一起听，你会觉得有一种很渐离的效果哈，很特别的感受。好。